欺骗好姐妹行迹败露，当事人现身超火大，传了很多照片给我家帮我买衣服，那一次呢忘了。他刚刚不是坐在那边？等一下回来。他不说他忘了帮你订网购。你们黑板太脏，我帮你们擦。我这里还有脚本。忘记帮嘉怡姐订网购，装傻骗她衣服寄错地方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